日前，尼泊尔发生 7.9 大地震，伤亡惨重，因此从政基金会黄董事长誓言，特于4月28日，全世界同步召开祈福大会，由翁执行长率领各志工老师诵读弥勒真经，焚烧祈福书文，并叩首默祷，为往生者致哀，为救灾者致敬，为生还者祈福，也祈祷世界更多人能秉持良善之心，让世界更和平。同时，翁执行长也广邀全省各地志工募集难民所需物资及金钱，帮助当地难民，也希望大家能一同加入此行列，让善心传播到尼泊尔。记者赖宏伟报道。